俩是要去吃饱了吗？人家打桌球啊。哦，人家在打桌球啊。哦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去餐厅啊，看看他们吃饱了没有。哎，小薇，明天那个黄一中，黄一中也要去动物园哦。然后大木小木也会，说不定会去哦。你那么多朋友都要去吗？哎，六十大岁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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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